为什么？因为里面没有数字。哎，对，没错。但问题只有一个，其他怎么办呢？其他一样。所以接下来的话，我们可能就要再来怎么样呢？把这个回圈外面再包一个回圈，意思就是说呢，我不是只有跑一个哦，我要跑这么多个哦。所以呢，一般习惯这样的你可以在 C 等于这上面多按几个 Enter 没关系哈。再打一个什么 for，刚刚是 for j，现在改成 for i 等于二指的是列，第二列到第九列哦，所以就第二列到第九列，Enter 两下，打一个 next。OK，那这个意思就是我在这个范围里面帮我抓储存格的资料。OK 哈，接下来的话呢，再把这一串怎么样搬到这里面来？好，这个可能比较困难哦。OK 哈，不过特别重要，也大概细节就在拖拉，我的习惯拖拉过来放开，但是因为它两个 for 两个 next 看起来其实会不容易辨识，所以习惯会怎么样？把里面这个 for 跟这个 next 啊，按一个 tab，有没有？你会发现我都有缩排哦。它这个缩排，当然你不缩也可以啦，只是说你缩了看起来会非常清楚，比较不容易写错程式。好，那这样再来还有一个地方哦，有没有 for i 嘛？我们刚刚不是什么 sales 这个第二列，哎，所以这个列号有没有？你可以把它改成 i 就可以了。所以这个改成 i，这个改成 i，也就是 sales 第二列的 i 栏全部都把它改成。OK，然后最后写完了，是有这么简单吗？真的吗？OK，好，这个换行部分太多了嘛，把它 delete 掉，这样应该 OK 了，好，当然再来的话就是 try 一下，所以特别注意哦，这个是第一阶段里面的，第二阶段实际上只是包一个那个哪一列到哪一列的这个范围的列号。把这个改一下，其他应该就没有问题了。OK，所以会改吧。所以你要程式写得好，反正细心，好，然后该做的做啊，不要太多动作。还要呢，真的，因为这要完美的哦，错一个地方都不行。OK，所以剩下来你要看这没什么，错一个地方就是会有错误 bug 了。那再来的话，我们 run 一下。我理论上我看一下，应该这样 run OK 呢？不 OK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边都是 B2，所以应该怎么样？把这个应该改成什么？这个就不能用 range 的，最好这个用什么？用 sales 的。sales 的哪一列呢？第 i 列，因为它随着变，但是是 B 栏，它上面是 A 栏嘛，这边是 B 栏，对吧？然后，但是你放的位置不能放这里吧？应该放哪里呢？应该要放在。回圈里面，你如果放外面的话呢，这个它不会跟着动，你一定要 for next 里面，它才会跟着动哦。这个基本概念也，放对位置，这样子的话程式应该就 OK 了。所以你会看起来没什么，但是差个地方你可能就要查很久不过这也没办法避免，因为以后你要程式写得好，你一定要具备这种能力你没有这种能力，你程式写不好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应该 OK 了，就是它每跑一个，输出一个。输出下一个，一直往下跑，OK，来执行一下。不 OK 有没有？你看，怎么越来越多呢？错在哪里呢？特别注意哦，对，C，因为它等于 C 加一，对不对？当它下一个的时候，应该怎么样？对，应该要把那个 C 这边再把它等于零，所以 C 等于零应该放这边应该比较 OK。对，应该是放这个，应该要放在当它开始的时候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是把这个应该是当它开始的时候，就把它先归零一下，不然如果你没有归零它变成说它里面已经有放了数字，那下一数字33，它又增加了四个，有没有四个数字？所以它把它累加上去了，如果放这个，等于是说把 C 里面的值归零，它下一次就不会累加了。OK 哈。所以特别注意哦，放位置放错哦，结果也不对哦。OK 来执行一下，好，这样的话应该就对了。我看一下有没有？这边三个，这边四个，这边八个，没错。好，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？
所以刚刚呢，好，再把重点回一，先写里面的做判断，再把外面包一个 for 的 i 的回圈，就是列回圈，然后记得这边要把它先 c 先等于零归零哦，不然的话它会累加啊。记得把这一个写到那个 nest 跟 nest 中间，因为它等于是判断完累加了，先输出到这边，等到 nest 它跳回来之后。 它就先归零了 ，OK 哈，好，那理论。